修理橱这个柜。橱柜呢，已经 OK 了，调好了，很完美。OK，这个 case 呢是在 downtown，这里有一个卫生间的橱柜，这个门呢里边了，关不上了。为什么造成关不上的原因呢？看这里。是因为这橱柜要掉下来，要掉下来，这里能塞进一个手指，一个大手指、大拇指都可以塞进去，这里。所以呢，找一找，看看把这钉回去，找个平衡水平，看能不能把这个修好。OK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个门呢已经调好了。没有问题，上下都很一样的距离，这个缝一样的距离，这个呢都定回去了，找好水平，对，就这样，OK。